哇！可以撒。 高大上一点的啊！你们在这儿是吗？啊！你们还打架呢？下面的戏？谁打架了？我没有打架。打呼噜不是打架。打呼噜。 哎，社区工作虽然看上去挺有罪，但各位朋友小区，如果你能提早化解纠纷，让邻里都不相处，真的为我们，你要刺激一下他，就能为我们治安紧，减少一点烟。